我们车队很幸运的是，从一开始到今天为止，几乎每次参加比赛都有得奖。那这些得奖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鼓励，它也是一些警讯。因为我们是在思考，就是说如果当我的标杆不见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每次去订定自己的一些标杆。这的梦想计划主要就是希望说，我们把我们在台湾本土自制从零到有的这台车，我们要到马来西亚的 Shell 神人车比赛。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呢，基本上它是比神的，所以跟我们以往的那种赛车竞赛是不一样的。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大学生或者是每一个参加的人，他们就竭尽脑汁说，哎，我怎么样把我这样的车子弄到最神的，能够让我们现在仅有的能源能够消耗的最少。梦想对我的主要意义是，它是一个坚持，然后是一些汗水，然后坚持跟汗水的结合，最后完成的目标。我们其实没有一次遇到很大的挫折，主要原因是我们每天都遇到挫折了。就是说，你如果去思考从一开始，然后刚要做，然后一直到今天的话，我们从今天再去回想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勇气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。我们真的很感恩啊，就是说我们在生命中有一个元素叫做无知，好，因为这个无知给我们用，就是弥补说我们的勇气的不足。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，这个可能也是无知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基本上跟着学生这样一起做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里面很多的学生他们的创意，或者是我们共同激发出来的这些元素，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火花出来。我们也相信因为我们的无知是继续的，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无知去弥补我们的勇气，让我们继续往后走。